Witam wszystkich. Pracownik. Słychać mnie? Zmiana, zmiana. Łącaj, Kajmu, Hui, Deszychał. Dobra, panie Kamilu, jest okej. Księdza Dziopu doszło, łomen jał, ba, łomen deżu i dziżun zaj huan dżin. Dżyszy łomen talun deżu jał bufen. Ło fej chang zhang xin. Dżyżów gwej czytał, huan dżin de hua ti, cong lai mejo namy guan dżin, cong lai mejo namy zhong jał. 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更研究这个话题，技术转型和数字转型是我们文明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中，所以我也非常高兴今天讨论这里。正如大家可能记得，在卡托维兹。 在当时，因特网治理论坛要与COP24合作，整个西隆斯克地区作为关键的地区，作为波兰煤矿业的乡镇，现在进行转型，作为一个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城市，当地的企业都集中在新技术。 高级端技术，我们今天有机会更详细的看一下，如何使用通讯技术和新能源考虑这些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经常会
在此次会议讨论。想提醒大家，今天的会议分成三个阶段，数字技术，从平衡，减少和 ICT 行业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数据掌握，怎么帮助应用使用数据帮助我们的环境。我们决定将会议分成刚才说的三个阶段，就是因为这些方面都可能带来很不同的结果。今天的分组发言者会在刚才说的每个话题发表不同角度的意见。那现在我们想集中在所有的提倡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现在想有请 Luis Neves， 他是GESI 首席执行官，所以Neves 先生，现在有请您，给您20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回到主要的讨论。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讨论有关平衡 of Luis Neves。 我是 GESI 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生物提倡集中在投资技术投资有关平衡可持续发展。我们多年以来做这个方面，这是我们营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和内容。我非常荣幸能做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我们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发言。有亚马逊的代表人卡拉赫斯特，非常感谢您的加入。在让你们请你们发言之前，我想说几句有关我们有关环境气候变化所做的行动。去年我们出版了两个报告，其中的一个针对气候解决方案，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其实两个报告都提供一些数据，特别是怎么可以使用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第一个报告就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经验，比如说东西网络或者分享技术如何能帮助我们达到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可以缓慢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怎么可以减少碳的排放量，包括控制森林砍伐，使用新能源，减少农药的使用率，提高工作效率等等。第二个报告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如何可以改善法律的执行遵守，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我们分析了一些特定的方面，比如说农业电源等等。在这个报告中强调了，如果数字技术，我们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甚至达到10%。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数字技术可以缓慢气候变化，但是在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更确定的，包括在企业层次和国家层次需要更大的关注。所以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我们的单位面，我们非常努力关注。从2007年的时候，
我们发布不同的报告，一些分析的结果，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结果，这些结果都非常有价值的。数字技术作为气候变化的一些基础的因素，所以现在有请我们的分组发言者的发言。现在有请我们前两个发言者，他们会介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如何能帮助我们改变目前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样的提倡现在就可以借钱。首先有请。欢迎大家，感谢邀请我参与。我是代替 Karin Sigvart 女士。我想用五分钟的时间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图形，希望大家能看到。请决定一下我现在显示的图画是不是能看到。如果大家想在这个介绍中我也提供一些连接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么什么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在我们开始做这个讨论这个分析这个问题，在瑞士，请打开全屏哦，现在是全屏，好的。那我们是四年前开始的做这个讨论这个问题，在和作为和大学有一个研发团队，专门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和电子学研究，他们的工作集中在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 ICT 行业今天所有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使用 ICT 行业所能减少的排放量。那我们的目标是怎么使用新的技术在最后减少信息通讯行业的排放量。我们推出了一些新的方案，如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一套有一套的一些想法在大学网站上发布，下面有连接。如果我们想要更深入的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现在要看一下价值链。大家应该知道下一个幻灯片，有很多企业承诺将要降低他们的碳足迹。那这些企业一般集中在直接排放，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企业承诺在他们的供应链价值链减少其他的排放。现在有一些方式不同的方式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比较简单化的经济循环消费不能是一个简单的自动化。采购的决定就是是在这个循环的中心，将允许我们达到一个第三个层次，可以考环境，不仅考虑二氧化碳，就是考虑到整个环境。再想给大家分享在瑞士的一些案例，我们有不同的可能，比如说网店在瑞士现在已经尝试实行一些有关环境的方案，比如说电力供应公司和其他的网店，他们非常努力，他们尝试影响他们的供应链，他们的价值链就达到所谓的第三个层次。作为
公共的机关，我们也有一些权利，来再进一步促进这个趋势。这是我们主要的提倡。我们在瑞士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有关公共招标的规定，包括透明度啊、平等条件。 但从2021年开始，我们将要实行一些新的条件，这是非常深入的，已经接触到环境的问题，这个新的条件将加到招标的法律规定，直接影响到工作、就业等等方面。 在现在，比如说零售销售的行业的所有的数据，需要连接到每个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每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面临这个挑战。在今天接下来的会议，可能我们要更深入的讨论。 这个更直接的，提供有关环境的信息，向私人消费者提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我们整个经济能变成更绿色的。这一切都是通过数字转型，这是我们主要的想法。希望我希望没有超过规定的时间。如果大家想得到更多的信息，邀请大家购买我们的书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谢谢。现在我想请马尔瓦基介绍他的。不好意思，我是阿马逊的。 非常感谢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开这个会，非常感谢这个网络治理论坛的邀请，我叫 Karen， 我在这个亚马逊负责我们全球可持续发展，我们作为一个主管，我们。我们当然，我们集中在这个规模，而且我们也集中在这个能力建设，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可持续发展。现在我想跟简单的说，就是我想提到一个亚马逊的可持续数据的倡议。 这个倡议，主要集中在这个创新，而且这个目标就是让这些数据处理能够变成更有效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非常大幅度影响这个气候。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比如说 NASA， 还有其他的什么学院。 我们和外面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气候的一些数据，而且这个天文的一些数据，而且这些所有的数据，我们进行这个语音处理。 还有一个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组，所以这个组也把他们的数据到我们的这个云进行处理。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个全球的一些气候变化的数据处理是非常非常。 发达的，而且这些数据的结果，我们能够预测一些，比如说洪水或者地震什么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就是支持，就是。
帮助所有的国家就是避免这些现象负面的影响。而且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也想就是规划如何更好使用这个再生能源。所以通过这些工具，我们想逆转这个气候变化不利的这个趋势。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承诺，就是2040之前，我们想达成这个碳中和，这就是这个巴黎的这个协议提前10年，就是这个巴黎的这个协议，它是2015年，但是这个。只有一些公司他们参加这个协议，所以我们作为亚马逊，我们想2040年就是达成这个碳中和的这个，所以最近我们非常大的投资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电子车身上或者再生能源等等等，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做了其他的规模比较大的投资。来达成这些目标，我们建设我们所使用的服务和产品的这个排放率，而且这所有的信息我们想尽量披露到观众，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非常关注一个就是这个气候变化，他能够在网络看。就是我们公司如何对应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领域有非常多可以分享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数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之一。那我说到这儿，不好意思，之前把你的名字说错了。你们的进步是非常好的，现在看到了我们有很多问题，在这个 chat room 我们有很多人参加讨论，但是没有什么人问了什么具体的问题，所以现在我想请Master 的巴吉女士。你是 ICT Climate Hub 的一个代表，你能不能介绍你的单位吗？可以的，非常感谢。所以我很高兴，我想亚马逊那么多公司他们参加这个气候变化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些政策，所以我想向这些像亚马逊那么公司表示热烈的谢意，我们在这个价值链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价值链里有那些最佳的公司，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支持这些做出这样的承诺的公司，所以不管是2030或者40，不管是什么，当然不能完蛋50。但是如果一个公司他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是最晚在50年之前，那我们要大幅度支持这些公司，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推广一个 Race to Zero 广告活动，就是追求零值。就是追求零的一个广告活动，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公司投资者
的大学，什么大的企业，所以我们鼓励着所有的单位和个人，团结在一起，努力为这个履行这个巴黎承诺目标而一起行动。我们支持所有的公司，而且如果一个公司想做出这样的承诺，那我们的组织可以支持这样的公司，而且提供一些工具，测量他们的进度，而且他们也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各种举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政策的激励，还有一些资金的激励。不管你的公司是大的公司还是小的，你们都可以支持我们，把这个派发介绍到您的这个支持。好，谢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亚马逊提供给客户的产品的排放信息查询一下？谢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我们想把这方面的信息更好的提供给我们的客户。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一个 climate friendly 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就等于一个证书或者奖金，所以我们对一个产品提供一个证书，如果它能够达成我们比较高的这个标准，那它会收到了这个证书，而且客户能够看到，这个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证书还承认18个外面的证书，但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产品它被授予这么一个名称，那它就对客户是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的这个评价的方式是非常科学的。我们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在很容易的一个方式给客户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就简直告诉客户，这个产品是环保的。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在下一个演讲，下一个发言者会回答这个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回答。问题就是这样子，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是否能够把这个环保的这个指标包括在他们的什么公共采购的这个程序。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包括这些参数在这些投标程序，
因为其实在这些国家我们必须要鼓励这些政府他们使用其他的措施，不只是价格。当然你越有信息这个越变成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提供很多支持。所以我们必须要提供这些信息给客户和长官。好，谢谢。Louis， 那我可以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再提出一个，比如我们得到下一步。好的，谢谢，非常感谢。Neves 先生非常有意思的介绍，我们现在知道 ICT 使用和数字技术可以创造。可以集合很多不同的经济行业，这是非常棒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很重要的方面，他们会影响到，会做很大的贡献对价值链以及生物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我们兴趣范围的第二部分，就是有一些潜在的不好的影响对质量。如何减少这个影响？那我们如何将这个 ICT 的行业情况改善？我们有三个兴趣范围，其中一个就是直接碳的排放，这些是跟制造还有制造后的供应链的所产生的排放，比如说电话、路由器、网络设备的报废等方面。第二个是非直接的使用这些设备的污染，比如说运输、物流和生物管理。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方面。第三个是心理方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兴趣和使用这些设备和系统的方法。这些都是三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那建议我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讨论。那现在可以介绍此部分的分组发言者，从奥德马扎巴女士开始，她是德拉芬尼卡公司环境和气候变化副主任，博措耶女士，她是哈克莱基金会社区参与负责人和董事会成员，这是一个非常我们目前讨论的一个发言者。那现在我想。你现在是否能够跟我们？我想邀请女士与我们分享她的经验。你是否能够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Yeah. następnie, kiedy popatrzymy na woman the soil the行业在很多国家，不只是在西班牙，也是在德国和在拉丁美洲，而且我们的最重要的
的任务目前是扭转这个我们方面的影响，而且我们也想支持其他的行业，走往这个没有排放的经济。我们的承诺是2030就达成这个碳中和，但是在我们最重要的市场，我们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这个电源消费减少了，去年减少了90%，而且我们正在减少这个电源消费，但是2050年2055年之间。我们想把它减少50%，而且在2025年，我们想达成这个碳中和，就是完全不排放这煤炭、二氧化。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想支持我们的客户减少他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射，由于我们的非常发达的这个云计算或者通讯等等，我想我们的客户达成这些目标。我们如何想达到这个目标呢？那我们必须要重建我们整个网络，就是这个系统，而且目前我们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设施改造，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在进行这个就是电能减少，还有这个照明设备的改造。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给我们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就像这个来源证书，还有这个长期购买合同等等。通过我们绿色操作，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大幅度减少我们所在市场的这些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最大的一些项目就在这个屏幕上，这个我刚刚说了，我们想完全取消我们的排放率，我说到这，谢谢，非常感谢。那现在我想请Lina Botsoya， 她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她因为她是非常好的就是通讯科技专家，而且也是非洲青年的一个代表。她目前的工作就集中在这个在这个环保。Botsoy 女士，你现在有6分钟的时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从加拿大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想说几句话关于就是因为最近几个月很多企业越来越多在网络所以现在我想说这个网络和电子科技和环境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目前在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就造成我们目前就是生活方式就变成的很突然而且科技和技术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想给大家描述就是加拿大的一些情况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一些这个西非洲的的一些情况那我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我们如何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科技有可能你们会感兴趣一些人觉得这个科技是一种有很多不好处的好事情可以这么说因为从一个方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网络它发挥这个连接的作用所以不同的社区之间有更好的沟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使用这些电子屏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造成什么样的自然环境的污染比如说有一些人因为科技的发展他们必须要逃跑他们的居住地点有一些政府对这个情况想找到解决方案我现在所说的是跟我们加拿大这个国家有关系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在加拿大我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回收这个活动在加拿大它不是真实做的所以这个回收它是政府应该更加以限制因为必须如何回收这些电子屏因为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如何操作而且操作的不对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集中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更普遍的一个做法我们作为加拿大的年轻人我们建造了一个电子发展的计划现在好像有什么技术问题我们听不到那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听不见他，但是那现在我们几分钟，我们可以有几个回答和问题。Moderator can help. No,
我可以帮助我念一下问题，也许可以，比如说把这些问题输入到聊天室里面。能，现在可以听到我吗？能听到我吗？现在听得很清楚，好的。那么现在我想再次简单的说我们的提倡。我们有一些推荐有关比如说跟绿色的互联网，我们呼吁政府以及利益相关者，首先让他们更积极努力减少负面的影响，技术环境的负面影响，呼吁他们进行有负责任的好的数字使用方式，使用通讯技术的使用是可以大幅度推广平等，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数字化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对待的方式，我们需要同时协调。所以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解决方案是环境影响，互联会环境的影响需要有透明清楚，就是为了鼓励所有的参与者采取相关的行动。所以我们的交流需要达到特别普遍的水平，大家需要明白现在的情况，让我们更好的改善目前的情况。所以意思是在不是独立努力，我们需要让大家都了解到，直接跟利益相关者告诉我们推出的一些建议，让他们了解到，首先知识意识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具备合适的工具，让他们对改善情况有所贡献。我们至今所做的这些，我们至今所做的推荐，我们往将来能做的更多，希望。在接下来的讨论和我不会再失去联系。现在回到问题，我想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所输入的问题，我们想看一下现在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看到了，有一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参与者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要搜集这些问题，想给我们的发言者看一下，让他们回答。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网络，这些网络不会对足迹有没有什么影响，减少碳足迹。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除了这些电子废物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减少电子废物，如何改成一个更好的封闭循环的经济的状态。最后第三个问题是 Christos 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如果说到技术对环境的影响，首先要鼓励消费者购买新的设备，新的电子设备，那 这些都会产生更多的废物，那这个私营行业是不是会改变他们的模式，脱离这个不断鼓励消费者购买新东西，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现在或许有请我们的发言者对刚才提出的问题回答。说到 5G 这个技术，我们有一个我们要想得更广阔，比如说有一个技术是否会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减少排量，是否会允许我们减少和电源行业或者运输行业的排量。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环保的设计，这是我们从开始都想到了，我们现在能做到，我们必须做到，加上排除一些比较旧的技术。在电子行业中，我们正在推行 5G， 但与此同时还在需要排除 3G。 在推行新的技术，我们需要考虑到如何处理旧的技术。如果我们不断在增加新的技术到旧的技术，我们会不断在提高电力的耗量。那说到这个 5G 的电源的效率，这个技术应该提高它的效率。数字化是针对一切的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整个情况，我们需要以非常高的效率推行新的技术。但是基础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排除一些废旧的一些技术，这是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到，与此同时有创新的精神提供新的服务，充分使用数字转型的整个潜在潜力。关于 5G 技术的一些机会，这个技术应该的电源方面的效率应该更高一些。但是说到电子设备或者报废的电子设备，我们有很多方面，其中的一个是电源的耗效，另一方面是电子设备，我们需要鼓励不仅是回收设备，需要鼓励消费者再使用一些旧的设备，这是我们正在推行的一些模式，我们努力想跟我们的客户推行这些建议。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更多东西，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客户自己寻找一些方案，给他们提供一些创新的方案。我们也在环保设计投资，我们正在设计一些回收的塑料材料等等。我们需要也需要我们的客户参与，让他们有意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正在发生的现象，比如说我们会向我们的客户通知是否他们使用的手机对环境好还是不好。非常感谢。现在有谁想发表自己的意见，谁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想加上一句话，对刚才说的方面，跟 5G 技术没有关，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看到了，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它没有可持续的性能，它就不是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在市场上我们需要推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会保证这些解决方案是有质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们要推行一些向所有的世界的消费者提供技术和解决方案。我看到了不同的企业有时候会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有关排量水平、排量数据，这些数据或者我们或者年轻人们他们也需要得到这个知识。如果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到或者明白看懂提供的信息，那就我们应该保证大家都能看懂理解。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智能的技术智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让所有的人支持，不是因为
是好，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一些新的项目。我们需要了解到，比如说在我的地区，说到巫术。如何这个？我们已经对这个有充分的了解，但是我们想具备能力，能看到世界上的趋势，掌握这些趋势和保证可持续性的发展。那我们的任务是将我们的公民连接到这些新的解决技术和解决方案。让更多的可持续性的因素能得到使用。非常感谢，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在我们讨论一些技术的话题，脱离这些比较封闭的话题，其他的听众有时候听不懂我们想说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看法。现在我建议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和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意见对我们的讨论时的价值是最高的。正如能看到，情况是比较动态的，正如我们的讨论，但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是我们要一起努力，降低数字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我们需要惦记着我们的计划的影响。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们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的行动，再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我想介绍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电力的使用，再生能源电力的使用，将给我们电动的设备充电。第二个方面是我们以前已经说到的，是比较平衡的设备使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尝试保证我们现在对这些设备需要做回收，有一些专门的单位进行这些回收的操作，这个也是平衡和可持续性的重要的因素。这是几个建议，他们是一些很好的初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部分，现在有请 Michael Oki， 他是全球医习与发展论坛宣传和参与经理，他也是许多文章的作者。他的发言的题目集中在非常有意思的方面，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数据和数据使用对环境能带来的帮助，是在监督和识别对环境的危险，如何能更有效的使用这些技术，改变我们的应验方式和所做的决定。希望奥克亚先生会给我们很多很有价值的看法。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这是非常 好的一个机会。我目前代表网络价值和权利一个组织，我代表这个单位。我跟这个单位合作的历史就是几年前开始。但是最近，首先我想说，最近几年我们在这个网络治理和
这个政府参与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所做的那么大的进步。这个环境和王国之力的历史有非常长的历史。就是在这个 IGF 这个论坛之前，我们多提供了我们多介绍了这些题目。但是实际上这个 IGF 的各种举措是环保讨论会有关系的。实际上在这个讨论当中，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想强调一点，就是这我们必须要提出三个倡议。首先在可持续发展当中这个技术发挥什么作用，这个第二个我们想表示我们想证明这个科技技术会对这个环保发重要的作用，但是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说这些数据如何能够帮我们进行环保的一些举措，就是说如何那些东西如何能够帮我们发展这个环保意识和采取一些举措。我们如何能够采用这些大数据评价或者预测一些现象。所以跟我们今天在一起有David Jensen 先生，Jensen 先生他会介绍我们那个 Task Force 的一些工作的结果，他会说这些数据的如何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环境大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同事，他会介绍如何老百姓还有这个什么社会的单位或者公共单位能够参与这个东西。那现在 David Jensen 先生。好的，谢谢提醒我。非常感谢 Michael 刚才的介绍，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到我显示的屏幕？太好了，我很荣幸能跟大家在一起，我也很高兴。今天在主会议，提出了这个话题，这是一个潜力。我也非常高兴能来参与讨论，发表我的介绍。我的题目是对环境的一些行动和电子的平衡。我们有两个主要的核心的趋势，其中的一个是不同的环境危机，气候、天然和污染。这个速度平时没有那么快，我们有时候需要时间。现在出现了一些电子技术和电子转型，也环绕着我们的地球，我们需要结束。指数变化提高数据的使用量来自不同的来源私营企业从公民来的信息从的来源这些数据创造什么对环境创造什么样的意义。那么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实行这些环境的数据以及等方面来投入在环境中解决将来十年的所可能遇到的危机，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互联网治理论坛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互联网是一个最好的信息和框架在人类历史中。如果我们看平衡的数字化，比如说怎么使用互联网进行经济管理，这个数字转型，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如何使用数字网络，用什么样的方式享受数字环境生态境，如何这个生态环境做贡献，创造一个治理的模式，包括普通的利益相关者，在互联治理论坛上提到的一些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是如何推行互联网的标准以及数字技术，加快新时代新可持续性的时代，如何 IGF 能贡献于多利相关者，保证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时代的机会，推行一些新的标准，可持续的标准，在我们数字经济系统中，我们需要达到四个重要的目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治理，如何让政府机关监督管理经济，保证达到我们的目标，如何能非常快的和果断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如何可以帮助投资者接受有用的数据，帮助他们做好的决定。第三个是怎么帮助生产制造行业他们得到一些关认证材料等等的数据。最后，我们如何让消费者能采用可持续生活方式，让他们产生一些习惯，通过算法、过滤器等等的技术。最后，怎么能把这所有的方面联合起来，贡献于我们的地球？这是基础设施数据分析、内部信息以及分散的管理方法的结合。这是我们经济的四个支柱。都需要能得到数据分析的支持。第一步是让 IGF 采用环境数字合作。此外，在联合国环境署采用这些关键的标准，在接下来的未来几年中，我们想与我们利益相关者合作。第一方面是我们如何建造分散的网络，有关环境的数据以及分析数据，如何提供这些数据的专利，分享这些数据和控制他们的质量，我们如何可以采取我们怎么可以从里面得到收入，最后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原则，以及如何监督对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利益相关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结合所有的的这些方面，实行数字转型。我期待与大家的合作。非常感谢 David。Pablo， 如果你在，现在想请你发言。大家好，欢迎大家从澳大利亚。我们在这是凌晨三点。首先我想欢迎 David 以及整个 IGF。我觉得 IGF 是的作用非常大，
帮助解决提到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我们这个虚拟空间中进行会议。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话题，这是十五年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了环境的话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对网络社群采取一些有意思的行动，参与讨论改善地球的环境状态。 APNIC 正是我的单位，多年以来做互联网治理的工作，特别是协调技术方面，比如说 IP 地址。互联网治理主要是针对如何这些网络的资源应该怎么治理这些资源。我们参与讨论支持基于合作的合作方式。比如说我们技术的社群与其他的社群进行合作讨论如何对互联网的治理进行。那我们做的努力让网络能有所有的地球的人类使用。现在地球上多半的人类可以使用网络，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还是有一些挑战，也包括一些更多的问题。那我们合作的模式，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行动的方式。IDF 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创造了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的模式。我们在过去提到了数字转型，它与环境变化的气候变化的关系。我们里面还有一些数据的缺陷来进行气候变化三个指标的分析。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需要建造一个平台。那这方面我们讨论有关一些工作小组进行了做小组。我比如说设备说到5G 技术的碳足迹，这方面我们也无法做很多改变，但是在数字转型通过更好的合作通过更好的专利，我们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刚才 David 提出的一些看法，我想跟我们 ITF 连接。这个合作包括互联网与环境和气候的方面工作者的合作的方式，这些都是已经是足够的。现在我无法找到更好的地方，IGF 是最好的一个空间。其里面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和研发机关、企业，包括云。营区业和在这里见面，可以创造一个很好的有关气候变化数据平台的平台，所以我们支持。我们现在有一个提倡，创造一个论坛来讨论环境的问题，分享这方面有关治理。的建，特别是数据的治理，进行共同的合作。IGF 在这个方面可以再一次证明，可以发挥，可以做，可以利于地球的利益。这是一个建议，IGF 对环境的所能发挥的作用。先有请大家提供这个参与这个提倡，这就是我想所说的话。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工作很认真，辛苦你了。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
没有什么问题。Christos 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气候变化挑战，那这个我们需要一些系统性的变化，但是他们应该是昨天就开始了。那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系统性的变化的建议？不知道，有可能 Jesse 他想回答这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达成一个透明就是透明的政策，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地点，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足够的这个数据量，而且我们必须要保证政府和各政府和各企业的这些表现，他们是按照他们所披露的这些数据，所以我不知道这些这个通讯公司他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这个我不确定。就是这个咨询通信公司。我抱歉 Marcus， 因为他应该是这个部分的主持，所以不好意思不说那么多。我觉得我们未来一定会提高我们电子化的，而且我们未来几年我们会见到一些实在的进步。David 跟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走这个道路，但是观众也必须要懂得我们需要走这个路。IGF 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包括什么环境秘书长等等，也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电子化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往前走。Marcus， 非常感谢。我们还有时间，所以这个问题，这个私立公司他们是否能够在他们的投标程序中包括一些规则来促进这个电子化。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考虑这个透明度还有的这个生产链，那我们觉得这两个在这个程序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对，如你所说的在很多国家政府投标程序和这个私立企业投标程序，他们比消费者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你就是也这样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战略和政策建设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鼓励政府，鼓励大的公司，他们必须要在他们的投标程序当中包括这些跟环境保护有关系的一些事情，而且我们还必须要达成一些
一些国际的标准，如何我们能够测量这些参数，如何能够开什么共同的这个证据证书。我只想说我100%支持。Pablo， 你关于这些投标程序，你还有关于公共采购，你还有没有什么贡献？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问题，你们作为 IGF， 除了这个公共采购之外，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为一个这个社区，我们能够具体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做一个积极的贡献。这个 IGF 的社区，它具有一个非常非常有专长的人，所以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发展一个很好的倡议或者议程，那我们必须要非常详细的分析我们所有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指定我们的目标，因为数字生态环境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方面不只是一或者两方要参加，我们必须要很多方参加一起想出什么做法，所以非常感谢 Pablo 和 David 和 Marcus。 为总结一下，我想说两句话。我知道我有一些偏见，但是我感觉在我们的社区有非常多空间来发展这个环境环保意识，所以这是第一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最近今年非常努力把这个题目介绍到我们讨论当中，就是环境的题目。所以我感觉的非常满意，今天我们在这个网络这里论坛能够讨论环境，这是一件让我非常满意的事情。那现在我想请Christoph 做今天会议的总结。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企业政府和老百姓可以一起一个非常友好的电子环保的生态。我之前几年做了波兰这个电子化部的部长，所以我在波兰负责这个电子化。波兰很多年以来非常理解电子化是多么重要的，而且在当时波兰是在这个比较先进的，而且我们已经有几年前开始，就是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文件必须要被电子化或者数字化。所以在这个题目我们是
比较成就，因为这个波兰把这些政策落实之后，其他的家就模仿我们的做法，所以这个让我非常满意。而且过了两天，欧盟要批准一个就是数据管理法案，所以这个法案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如何这些数据能够由公司或者政府，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总结之前，我也想表示这个环境跟电子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这个电子化对环保有什么样的作用。此后我们分析了我们如何能够减少这个碳足迹，就是通过这个足迹化，通过这个电子化。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减少这个排放，而且最终我们看了这个大数据分析如何能够帮我们解决我们的气候变化问题。这个G20 的 Osaka 会议当中，我们就是那边的领导他们说了，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能输送是多，输送节能是多重要的，而且这是他们的倡议当中。其他的关于环保和电子化的一些信息，而且在这个 Osaka 的这个文件，也提到了这些电子数据，对环保有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请你们投票，就是说你们最喜欢了哪一个部分，第一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部分，这是不记名的，所以我希望你们会支持我们在这个方面，所以请你们表示你们的建议，而且非常感谢你们参加了这个会议，也非常感谢那些投票的人，这是完全不记名，所以请你们投票。过一会儿我们希望可以看到结果，这个投票的结果将在 IGF 网站公布。现在我们关闭投票。各位，我们已经再次结束了会议，以自己的名义还有我的同事、组织者、参与者、发言者，今天所准备和参与这次会议的人员的名义，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是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经验。现在我想热烈邀请大家
明年到科托维兹，波兰科托维兹城市参加 IGF 2021年，希望我们能亲自见面。到时候大家有机会体验到波兰传统的豪客习俗，也欣赏到波兰西隆斯克地区的美味，以及当地地区的旅游景点。所以我们也今年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很好的项目，但是不得不拖延到2021年的时候，希望能到时候在那见面。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也感谢舒伯特先生今天给我们非常棒的主持，也感谢所有的同事组织这次会议的同事，路易斯、莱安娜，所有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我们的秘书一直在强调环境的话题也要出现在论坛中，所以我想再一次强调今天 Michael Pablo 和 David 已经所说的话题，气候危机我们不会在这个论坛上解决，但是没有这个论坛也不会解决，所以我们要继续讨论，继续分析。谢谢，明年见。